你整个腿都变麻了。养猪吃。你爸爸呢？爸死了。你几岁了呀？九岁了。九岁了，上几年级呀？一年级。你学习好吗？还行。还行啊。你平常都干什么活呀？干这些，还有做饭。你穿的鞋子是谁的鞋子呀？姐姐的。你为什么不穿自己的鞋子？我的鞋子不能穿了。那为什么不买新的呀？我们家没有钱。阿姨请你吃东西好不好？谢谢阿姨。不用谢。你怎么不吃了呀？给我妈妈吃，给我妈妈吃。你吃吧，吃完了阿姨再给你拿。你吃吧。嗯。